陈伟霖是场上的投手，在这一季呢，他六次的出赛，5.1局啊，自责分率还是零。那现在要面对的是朱玉贤，这球只是一个左半边的飞球，滞空的时间比较久，申浩伟已经就定位，一个球解决掉了朱玉贤。出身给了，投得非常的理想哦。界外球，对，要去挑战好球带啊、哦。有机会防守，王正堂收球之后解决掉了。梁家荣啊，这个就是教练希望看到的、啊、让左投手陈威霖上来之后能够解决掉两名左打者，后面呢又是左打的宋家祥，好球进垒，攻内角。挥棒落空，哇，啊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打进场内的频繁滚地，叶子廷解决掉了陈静，陈威霖投了一个三上三下的一局，不过乐天还是7-2暂时领先。